是我的主。
建筑，来讲几句。首先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很简单的一个信仰，是很单纯的一个信仰，而且我们信仰的能力，带着能力之处，就是在于它这个方面很简单、很单纯，而往往这里呢，就是最难保守的宝贝，我们信仰的核心的价值啊，就是我们跟神相遇，而我们彼此之间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就这么简单的，就是个人与神有关系，然后完了呢，我们众人在一起来与神有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我们一对一跟神有交通，有关系，有团契，有一个交流。完了呢，我们众人，我们集体，我们彼此之间连接在一起，然后一同来认识神，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一起来亲近神，来侍奉上帝。这个是我们信仰，太简单了。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够抓到这个，对吧？能够保留这个，我们才有能力。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一开始复杂，人际关系复杂，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复杂，那就失去了能力，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光明，就很坏，很坏。所以单纯才是我们的能力，对吧？诚实，耶稣说父要寻求什么样的人，以心灵与诚实拜他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吧？这个就是整个旧约圣经，耶稣可以总结了，要爱神，要爱人，整本旧约圣经那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信仰不是一个复杂的，像那个研究这个佛教实在是太复杂了，无法参透啊，那个印度教也是几百万个神灵啊，这太复杂了。我们都不复杂，神是神，神奥神奥，但是它不复杂，它很简单。这个核心的信息，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拼命的保守的，对吧？我们自己一对一跟上帝的关系，对吧？彼此之间的这种单纯，这个敞开的这个信任。然后呢，我们集体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来建立一个教会，我们不是来开一个事工，我们不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做我们刚刚说的，对吧？我们个人跟神有关系，然后呢，我们一起彼此之间有圣灵连接，我把我们连接起来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侍奉他，敬拜他，赞美他，顺服他。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我们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你可能有一个外壳，你可能有一个瓶子，但是里面没有水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有整个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架构啊，这个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没有那个内容。也许你有神学，对吧？也许你有一些方面的知识什么的。但是你如果失去了这个，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恢复这个，相信我们需要努力的追求这个，这个让我们整个人生也很简单，对吧？如果我们抓住到这个，如果能够明白，哦，原来对我今天不需要做什么，我的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跟神有关系，对不对？就是保持，就是追求，就是加深，就是亲近神，对吧？就是在神的面前敞开那个心，就是跟他有这个交流，就是跟他有关系，他责备你，你接受吗？他带领你接受，他启示你，他向你亲近，然后让你充满喜乐，你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谢主。他更新你价值观，你做新的事，哈利路亚，感谢主。
新的东西了，我们去做吧，对不对？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跟上帝有关系，有沟通，有交流，对不对？这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然后呢，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多了一点，本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跟上帝，对不对？那现在是多了几个人，这个就是教会啊，不是我们如何的来进行这个礼拜的这个模式了我们的将来的这是什么大意向啊，或者说我们要做什么东西了，那些东西都不是。接着才是意向，对吧？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单纯的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的宝贝，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宝贝，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拼命的保守。这个叫什么？我们需要竭尽全力来保守这个追求学者，你们对不对？我们翻开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觉得你们想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几个月有几个月没有在这里聚会，三个月应该有吧，一月份有、yeah. 三个月 OK， 就是一切都改变了，对吧？但是我感觉有什么同在，我们在这里聚会，我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相信神应该是神带领我们回到这里，对不对？要不然我万万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能够就是重新的在这里聚会了什么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吧，相信神有一个计划，对吧？所以我们喜欢了，对啊，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因为。但是就是说好yeah, 就是我们回到原点啊，我们重新的那个这个打这个基础嘛，对吧？我们可以好像就是回到原点，主要我们在这里，你要怎么样做工我们欢迎，我们欢喜快乐，你们阿们、yeah, 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谢主。 OK，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6，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Sorry， 我停下来，你看全部都没有，只有我们在这里，什么意思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我们在这里，其他人不在这里，不跟我们聚会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地方新了，季节换了，人基本上也是可以说是换了，原来的都没有。我们没有选择这样，这个不是我们提前想好 OK， 但接下来我们要这样那样，然后结果就是这样子，没有这个，完完全全没有。神是全能的神，我们每一步都是在寻求神的带领，不是吗？我们一直是在寻求神的带领，而我相信神在带领。虽然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是选择了 OK， 我们祷告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选择，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由神对我们说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我们有心，就是主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要我们到阿拉苏，要我们在我的家，要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啊，都可以啊，我们没有要求，没有那方面的要求，只要求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真是主啊，告我用我，让从天降下火，这个真的是我的心愿，真的是我的，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就是神的恩膏，神使用我们，
神开路，神给我们市场，因为你可能有世界上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才干，但是神不开路，神不使用你，你就是一个一个点缀，就是放在那个书柜上，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主啊，恩高我，高我，主，然后主啊，用我，主啊，开这个路，让活水进来，让活水流出，对吧？把那个有渴慕的人带到我们身旁，这个是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什么意思？主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这里，而不是完全不在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意料之中，我们没有料到，没有打算，没有这个，完完全全没有。几个月，一两个月前，我是逃命，被掳到那个叫什么京津冀，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啊，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成全。故此，以色列选的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个是无需纪念。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可以看到，这什么叫基督教，什么叫基督信仰，这里面包含一切。整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个段落里面。那么其一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主，从此里复活，从此里复活，从此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此里，从此里，我不知道怎么唱，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从此里复活，我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是基督了。哈利路亚。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叫你们的罪得赦，就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得交接百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请求主恢复我们，恢复我们到这个使徒形状当中，恢复我们到这个初代教会的日子里面，恢复我们到这个复兴的状态。3000人得救，3000人悔改，3000人受洗，有神迹，有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哈利路亚。我们看到整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内容，这个他的实质都在这个段落里面。那么首先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基督是主，弥赛亚救主，为罪钉十字架，从此里
复活了，这个是意味着，这个是这个包罗万象，耶稣基督，这是这个有意味就是他的救赎的工作，对吧？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赎罪，他成为了罪。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或者说成为了那个赎罪祭，是旧约圣经的赎罪祭。他钉在那儿，他死在那里，他成为了罪，成为了罪人。神的愤怒临到他身上，神的惩罚临到他身上。其实那天从某一个角度，不是士兵拿鞭子鞭打他，而是上帝亲自鞭打他自己的儿子。不是士兵把钉子钉在他的手里面，他的脚里面，而是上帝的愤怒，神公义的审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无法理解，如果我们开始用人间的这些比喻，都是没有办法，都是不通的，不会通的。没有一个人会对待他的孩子这样子的。我们是人，啥是神？但是不仅如此，不只是有这个救赎方面，这个恩典这个方面，也有主权、权柄、为叫什么？这个可畏，一方面就是他是主，他有权力，他有能力，他是被高举在哪里？不是在罗马，不是在以色列，不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是在天堂。要尊，要敬畏他，要顺服他，因为他是主。你逃不了了，他的眼睛看到你了，你的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都看见了，你逃不了了。他是主，什么样的意味主？全能的主，全能的伟大的主宰，将来驾着云彩回来，带来审判。他是伟大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看到我们所做所说的所想的一切，他都知道。没有在他眼前没有奥秘，没有隐藏的事，都是开着的，敞开着的。伟大，全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伟大，最伟大的，能够想的最伟大的，他远超过你能够想到的。我们无法真正的明白上帝何等的大，但是耶稣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的宏伟，这个一个君王，慈善，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我们看到了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很多人误解神的慈善，以为哦，既然他是怜悯慈爱，那我就不用再好像对自己的真相不用太多的担心啊，对吧？我的罪，你看神的赦免我的罪没问题吧？他们没有明白他是谁。还没有明白他是主，这是什么意思吗？不是说他不是一个慈善的主，不是说他不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主，但是他是主，知道吗？他是主，他是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这个词呢，就是旧约圣经的耶和华，新约没有翻耶和华，没有用耶和华，他用主 Kurios， 耶稣基督是主，他
他们帮他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有人很信他说你是我的神，他说主啊已经够了，他们这样称呼耶稣基督就是说你是上帝，你是 Kurios， 你是耶和华，他是上帝，他是主，一个有慈祥的满有怜悯慈爱的一个基督，他是神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我们可能都有一个倾向，或者说是我们看到他是主这一面，然后忘记他是慈爱的主，或者说我们想到他的慈爱，然后我就忘记哦，他是伟大的，对吧？他是伟大的，是可畏的。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不发抖，不战战兢兢的站在他面前，对不对？其实现在没有人站在他面前，都是匍匐在地上。因为他是主，荣耀的主，他是善良的，怜悯慈爱的，他是也是主。那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信吗？他们信吗？他们相信彼得所说的话，所以那么该怎么办呢？悔改受洗，哈利路亚！他们信了，他们明白，听见了，觉得扎心，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了，他们已经知罪了，他们已经知道，哇！我们把弥赛亚钉十字架，我们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我们犯了大罪，我们完蛋了，我们有祸了。他们觉得扎心，圣灵动工，他们知道没有希望了。除非得着怜悯，我们当怎样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知道完了，他们知道他们有祸了，他们相信了耶稣是基督，彼得说了，他们相信了，圣灵动工了，心里开始相信。你不相信什么都行，有的人什么都要做，但是这是不相信。所以我要悔改，我不知道怎么悔改，就不相信，不相信。我相信我们啊，面对的一些人，就是说我们也是劝他们悔改，去很多少次了什么的。我不说谁，但是你们自己可以猜想，他们为什么还不能悔改，还不能够？他们不信，不相信，他们不相信。可能他们相信有上帝，可能他们相信有什么都，但是他们还没有听明白，他们的心也没有打开，他们没有相信，所以他们不觉得扎心，他们不觉得害怕，他们不觉得有祸，他们只是有时候觉得、哦、我不知道，我没有明白，我不知道怎么悔改，是不是？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不信，心里刚硬。他们相信了，觉得扎心，就被逼得他们问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要悔改，那你要接受我，我看什么时候才能够悔改？很奇怪，对吗？还是没有必要。圣灵动工，他们心也打开，不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对不对？不是没有任何的解释，有一些，但是没有必要说哦，那这个我怎么做？有最近有人来找我，那我该怎么悔改？我不理他，好像也。”哦呀，最近几个月以来有一两次有人来找我，是老信徒，在教会多少年？哦，我该怎么？我不理他们。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悔改，你问我也没有用。我无法指引一个不相信的人悔改，我无法指引一个生灵就是没有在人的心里让他知罪的人悔改，没有办法。我已经对这个好像有一种反感，或者说累了，就是这种人就是打转，然后耗尽一切的心力，然后你最后你也是没什么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个事你如果说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悔改，还要问我，我能够教你悔改吗？如果你得罪了你的太太，你还要问我，我该怎么样跟我的太太道歉吗？那你就是我等一下我教你怎么做，等一下你看看。用哪个方式？不是发自内心，他会接受吗？他也不接受，必须是自己，对吧？自己的意识到，自己发自内心的才算。
不是一个方法，悔改的方法，对不对？一个工程师，一个哦要这样，然后说这个话，然后举你的手，然后跪下，然后什么？不是，圣灵动工，开你的心眼，你相信啦，悔改，受洗，然后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利路亚，我说了吗？整个基督的基督信仰的生命，整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内容，全部都在这个段落里面。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救主，可畏的君王，伟大的救主，罪人。知道罪，罪人的心眼打开了，信了，相信彼得所宣传的，哈利路亚。彼得指示他们该怎么办，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得赦免，而且你要受圣灵，哈利路亚，受圣灵，这是我们信仰的。我不确定新约强调了哪一个更多，是因信称义还是受圣灵。有一些圈子的就是强调的多是因信称义，那当然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是非常宝贵的，是不能好像太强调了。但是新约保罗在一些地方，我的理解是，他基本上的意思是受圣灵是我们整个信仰的这个焦点。我们因信称义是为了圣灵，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叫什么产业，这个是我们应许之地，流奶于蜜之地，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然后被圣灵充满。因信称义这个一次，但是被圣灵能够无数次，而且能够越来越深，就像那个水，那个意象当中的那个水，对吧？一世界的那个水流越来越深，这个是我们所渴慕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走在这个圣灵的江河里面，走的越走越深，越多，高我主啊，高我，用我，从天降下火，这个是我们应该渴慕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从前上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哈利路亚。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感谢赞美神。所以上面那个部分是有2点，第一点是关于福音，第二点是关于回应福音，对吧？就是彼得宣传了宣告了福音，然后呢他们信了福音，他们领受了福音，他们受了洗，悔改了，受了洗。那么接下来部分是关于教会的生活，整个信仰都包含在内，在这个段落里面，从福音开始到回应福音，然后到接下来的就是教会的生活，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可以总结我们整个的信仰在这2个里面，有一个福音，我们回应领受这个福音，然后接下来就是教会的生活。42，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信了他们的新生命，信了他们信了福音之后呢，就是他们悔改了之后呢，他们受了洗之后呢，那接下来是什么？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那要做什么？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如果我们接受了前面的，我们也要接受下面的，因为
而且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是愿意的，对吧？我们愿意的，也当然我们有挑战，接受福音也是有挑战，要悔改，要改变，要破碎，要自卑，要承认错，哦，我错了，我本来是错的， 我本来是有罪的，我现在要接受这个救恩，我要悔改我的生活方式，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以后呢接下来我不再做主了，以后我不能够做主了，我必须要凡事都看主的意思，凡事都遵守他的旨意，凡事都听他的话语，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有挑战，但是有恩典，有恩典，有圣灵，然后接下来也是我们的福分，但是也有挑战，就是这个团契的生活，对不对？彼此接纳，包容，相爱，就是你会发现一个人在祷告室里面在那里跟主在一起，哇，多好。前几天的晚上我在那个湖边，在那里大概是晚上十二点，那个风吹了，我在一个暗的地方，哇，真是在神的荣耀里，我感觉我重生了，我又重生了，我又信了福音了，我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甘甜，非常的亲密。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敬拜赞美，我看到上上在那里看来看去，有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心不在焉了，你看你被一个噪音什么什么就不一样了，有挑战，但是也是能够被带到更高的属灵的层次。我也相信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不是我们的目标或者什么，但是自然而然我们彼此好像鼓励，对吧？你的敬拜，你的歌喉，你的虔诚也会激励我，我也敬拜，然后我的在我身上的恩膏也是影响到他身上的，他里面的圣灵，然后就是会好像像火一样子的，会越挑的越旺，越什么挑的越来越旺，对呀，所以也是很美好，也是很必要的，也是很关键的，也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读到还没有读完是吧？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哎呀，我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够回到这个，真的很盼望。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如果我们说的是食物，我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是吧？对吧？我们去哪里？你们到我们家抓什么？我们去领受什么？妈咪在吩咐你们拿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能，凡物都用啊。我们用行的车，我们到那边啊，什么什么，那我们有一些方面的，才是主，凡物都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的天天赞美神。我没有在这个里面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个人的，好像那个个人完全的被忘掉了，没有看这里面说神为你 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好像没有这个经文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想要大大的使用某某人，那个没有，这里没有个人的人生目标，没有，那个个人你要很伟大，没有，就是没有谈到谁要伟大，谁要优秀啊，谁说这个人是很厉害啊，这个人很有很高，这个人的野心好像根本不存在。完全的被消除了，就是不存在了。耶稣基督是主，
现在我们都是小老百姓，我们都是小老百姓，但是我们加入了一个很宏伟很伟大的一个运动，耶稣是主，但是我们呢变得很小了。但是常常就是在我们身上常常发生的是相反的，我们变得伟大了，对不对？我个人的我自己的我的想法，我的计划，我的感受，我的立场，我的这个，所以教会好像很难实现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就是很容易落入到这些陷阱里面。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谈，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你不会，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你如果知道幕后的一些人，一些出名的传道人什么的，如果你知道他们的一些方面的，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一个，他个人没有教会，就是说他没有维圣的地方，他没有那个遮盖，所以有另一个牧师认为，这个好像不能够说，除非我把细节讲出来，所以我也在想，就是 OK， 他在写书，他在翻译一本书。他翻译到书里面说，所有的传道人都要有舞会，都要有遮盖。他听下来，我没有这个，我也不我，所以他就不翻译了。他不愿意翻译那本书了，就是因为有这一点跟他个人的立场稍微。你知道那本书里面的多宝贵了，很多的内容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好。就是他走到那里的阿根廷，我的立场不是，那个你不要不需要保罗没有舞会，所以我也没有舞会，所以这个是疯了。为了这么小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你没有了，那就算了吧。那个 OK， 我们也接受了，只要你不犯罪，关键是你不要。我要变成一个那个神学有问题了，生活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主张要有遮盖，要有教会，要有对吧？不会啊，要不然我们怕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败坏，对不对？没有这种团契的生活也很危险。但是并不是说你没有这样，那你就不得救，然后你神就不使用你或者是什么？所以明白意思吗？真的是可以好像商量，但是他就不商量。他说：“你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不翻译你的书。你，而且你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不跟你同工了。”我说：“这是疯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了这个自我嘛，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神学，我自己。说白了，这个我肯定不能够上传。但是我不能够说我完全的接受保罗华许，假如说保罗华许所有的神学的立场是肯定我不能够接受。他的，但是所以以后可能我要每一个月要翻译，甚至两次这样子的，肯定会有些地方他会强调，他有些地方他会强调我是我不认同的，那么我的神学跟他不同啊。有不同的背景， 有自己的立场，我，但是我不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就说哦，那算了吧，我不帮他翻译。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明显的神在使用这个人，明显的他是有神道，明显的是有恩赐，是我如果我能够帮忙，是我的荣幸，明白吗？我愿意做呀，即使我跟神水不完全是一样的，即使包括我介绍的这些书。那肯定里面有一些立场跟我不一样。加尔文，我不是加尔文主义的，说白了我不是改革宗的，对不对？而且对我，但是我们的这些书几乎全部都是改革宗背景。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很宝贵，因为他们里面很多的地方是非常的我非常的认同，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但是要以大局为重，你们看到没有？好了，我的讲到完毕了。
这三点，耶稣是主，婚姻福音，教会生活。如果说我们能够认同这三点，珍惜这三点，追求这三点，那我们已经在复兴的路上，兴旺福音的路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追求，单纯的，我们必须要恢复一个单纯的，有一位神，我们是罪人，他为我们供应了救恩，我们接受了救恩。现在他说，那你们现在是我的百姓，我的教会，你们要做光，要做盐，你不能分开，你要一起，对不对？要过着这个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你们，我们教会纷争，教会不和，教会不能够好像走到复兴，是为什么？因为自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什么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有那些个人的强调，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回到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就记住我们是尘土，永远就是尘土。哈利路亚，这个是自由。如果我们能够抓到这个东西，我相信我们会很舒服，而且我们的聚会会更自然，对吧？自然的，我们的关系也自然。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消除很多的压力，不必的压力，不必的期待，不必的什么东西，就是说不，我不是中心，我不是焦点，你也不是，耶稣基督是焦点。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不同的肢体，我们发作不同的这个作用，我们有不同的，我们有我们该做的什么，我们也有不同年龄，属灵的年龄，那个是有更成熟，有更不成熟什么的。我们不否认有这个，也不同角色什么的。但是就是耶稣基督是他的运动，是他的教会。我们要忘记自己，对吧？我们要忘记自己，然后参与他的运动，他的工作。他的生命要带来的复兴，你们相信吗？阿们，相信。阿们。